挑战自我极限，化悲愤为力量。我眺望桃花林，在迷雾中绽放。我听见梦多少年有一抹忧伤，情绪在释放，随风扬起芬芳，多少天的曙光。快醒来，冰与火的血脉，酒的姿态，尽管自由盛开。也被爱压过了，所有困难阻碍，终于才明白，我的未来只有我主宰。冰火风土空间光明黑暗，魔法元素存在于天地之间，唯有魔法师的传承者能操纵自如。回想吧，念冰，回想，你是为了什么而修习魔法的？你要把命留在这里。小子，我欣赏你，面对绝境还能突破极限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冰雪女神的叹息，火焰之神的咆哮，自由之风的轻吟，苏醒的旋律，神机百变的六芒，贯通天地的曙光，又是地狱的诅咒。冰火同源，神位继承。献上我的一切。休想进入大殿，则破坏神像的继承仪式。灵儿，灵儿，
下。不，继承仪式不可中断。爆发之炎，爆炎术，燃烧吧！火道术！林冰，躲开！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宝贝，小心！
雪女神祭祀。嬷嬷，中天，念冰，灵儿，妈妈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师父，冰灵愿意将一生奉献给冰神塔，请您放他们一条生路吧。你无法放下他们，已经是对冰神塔的背叛。冻结吧，将寒冷与坚硬融合，化为永垂不朽的封印。不，灵儿，快和我们一起走。我宁愿背叛冰神塔，也绝不会辜负我深爱的人。神降冰封。妈妈，念冰，你长大了。追！
我不会让你好死的。你走。他只是个孩子，没必要让他受太多苦。是，冰炉大人。我知道在你手上，交出冰雪女神之石。你们想要这个是吗？臭小子，不识好歹！这是妈妈留给我的，绝不会交回冰神塔手上。孩子，你母亲本该成为冰雪女神祭司，你不该反抗祭典的命运。反抗？不，冰神塔从来就不该决定任何人的命运。不好，关注冰火魔厨官方账号，获取更多动画资讯，一起前往仰光大陆，探索魔法入厨的巅峰。从这么高的悬崖跳下去，这孩子也活不成了。我呀，不是鱼。你是谁？我呀，我是你救命恩人。我叫扎吉，这片桃花林里边全是瘴气，如果没有解毒剂，是不可能进出的。那女孩能在桃花林行动自如，她究竟是谁？